好，各位终于翻翻嚟啦！我哋即刻去到小蓝嘅剧情，然之后望下佢啲属性啊，系啦，有改变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咧，我哋要刷一刷啦。如果想打得轻松啲，因为一系就用药玩，一系就刷呢个性格。我想嘅系咧，呢只鹿应该劲少少会好啲啦。啊，只鹿 OK 嘅，系啦，151速度，但系依喎嗰个。能力值嗰个评级系咁好啦，我哋再洗啦。估唔到我呢一度都要洗一洗性格啦。尴哇咁全衣喎，嗰只鹿头先系。哎 ，OK OK， 201攻击非常好。其他咧加速减特攻哦，紧要关头提升火力，接触时着迷，阳光速度下提高。哎，有用有用呢招。呢、這个有用，叶绿素犀利得呢度，我觉得有胜算啦。OK， 我哋再换一换个 save 先啦，费事一阵 save 同一个位咁危险。好，改技能啦，系时候非常难打呢个，真系有太阳噶嘛，系嘛？有太阳就得啦。我哋用两只精灵学太阳，学太阳一定要打赢佢，跟住。地震要學啦，因为劲多精灵要用地震打。呢度唔要封印，自我激励都要俾嗰两只嘢學，唔要围攻。呢只都要，唔要雪崩。OK， 仲冇，应该冇啦。OK OK 得，嚟啦，睇睇先，食草被。草击中时增加攻击，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要搞嘅就系啲嘢波波球先，波波球行先啊，要大晴天，俾个机会你啊 ，OK 都好，咁但系呢只波波球都系要死嘅，因为佢中咗黑色眼睛，同埋佢系毒精灵，所以轻松一发打死。地震啦，啊佢又快唔过我啦，依家大刀有啲难打，自我激励先。好中唔中中毒啊！真系，唉，真系想喊啊！见到呢只系水降，呢只系球鱼。嗱系啦，改咗性格咧，唉，一发死咗。哦，又输啊！呢度又要，冇雷技，亦都冇兵技。咦，有得嘢唔通？冇啦，佢有草技，玩完又要死。唔系、哦，冻风啊，冻风水战龟学到，咁就学啦，大佬。铁壁啊，点用啊，老兄？其实佢呢度，我觉得咧，呢一个作者有心玩，特登整啲咁嘅精灵出嚟，特登整呢个降属嘅精灵出嚟，即系呢啲机械人啦、啊。然之后咧。身上仲要加两只妖精系喺度，啊妖精普通喎，竟然系，然之后一只呢只又系怕毒啦，系嘛？跟住水箭龟冇一招技可以打赢降系，最重要加水降添咁多，唯一打得赢嘅话真系得嗰只嘅呢两只系啦，唯一打赢。我哋装嘢俾佢啦，又系师傅先装个广告头带俾佢。最高攻系边只啊？俾只最高攻嘅 ，OK， 你就俾你啦。广告头带被草攻击时增加攻击，得嚟啦。一下爆击，诶得 ，OK， 非常好，得啦，出呢只自我激励，再自我激励，清，哎又中毒，算啦，我都系走住打啦，唔打啦呢度，弱智劲难打，算啦，唔打啦呢度，我决定全部避开晒，跟住我谂办法。我谂办法食药过算啦。诶、欸，
啊，好在呢度。呢、這个又要打，呢、這个一定要打喎。呢、這个精灵牛识喐嘅，点解？我发现都有笔，我精灵牛识喐。好，下只系呢只啊 ，OK。大晴天嘅换呢只，飞针，飞针，飞针，一发飞针，搞掂。其实应该一早用呢只，系啦，一早用呢只会好啲。算啦，食药啦，唔好理啦。啊，太麻烦啦，系咁行嚟行去又死又剩，食药算啦。食晒药佢先，仲冇？我买咗咁少药，原来万灵药、全满药，好就咁先啦。如果一路 save 住咁打呢度，等佢望到第二度可以行。呢度开个掣 ，OK。呢度都唔打啦，全程潜行啦。好得 ，OK， 跟住就要去打。哦，撞到你竟然，大晴天。呢只地震，自我激励，自我激励，再自我激励。哎呀，球雨，好多打死，死开场，好在都打死 ，OK。哦，咁就大镬啦。哎 ，nice，nice， 缓重缓重，水箭龟，冻风，冻风，冻风。冻风啊，继续，你继续开龙武，我继续开冻风，但唔系我蚀咯，我要用 PP 啊，之后用呢只，地震地震 ，nice， 搞掂，用我呢个讲究头，讲究头带啊，真系唔同晒，即刻，当堂唔同晒，重新约喺边度，狐狸碎片，狐狸块呢？唔会用晒，又几惊用晒。跟住再食个全满药呢度 ，OK 得行啦。呢度要一 tick 过，有啲麻烦。上面嗰层呢度，最屘有啲精灵声啱唔啱？呢度嚟啦。如果唔一 tick 过，麻烦啦。地震一嚟咁样。哎呀，点解会咁噶？唔得喎，呢只唔可以用头带，呢度用围巾啊！呢只黐线唔够佢快，个等级差距劲远，仲争十呢？人哋啲精灵八十呢，我哋小男嘅精灵得七十呢啫。作者有心玩我哋，围巾做都仲要唔够快，阴功哦！咦？定系我戴错咗啊？哦，戴错咗呢个丝绸围巾嚟嘅，呢只先系广告围巾，应该快啲啦啩？仲快唔过你？都系慢过佢喎，152速都唔够佢快，真阴功。好啦，既然系咁，咁样啦，跟住大晴天啦，写身状啊 ，OK， 呢只。自我激励，地震啊，系佢装咗，佢装个头带，换走换走，装个剩饭俾佢啦，咁样剩饭喺边度？食剩的东西，好嚟啦，再嚟个，再嚟个，顺便系咪有火技啊？俾招火技俾波波球，唔要唔要巨星啊？黐线巨星唔知有咩用喺呢度。全部都是降系，你俾招巨星嚟有咩用？好，做第二只喷射火焰，喷射火焰，掂啦，嚟啊！一发死应该可以，但我哋照开住一招先，地震唔死，过分咗啊！
哇呢只啊，中啊，吓！我163乘2都唔够佢快个速度，而家有太阳噶喎系嘛？我冇记错啊，系嘛有太阳啊嘛？冇喎，完咗咯原来。咁 OK， 当我呢个计算失误。大晴天，大晴天，冇咁啦，我想玩啊，俾我玩得唔得啊？系咪有病啊你？唔俾我玩？做好啦！究竟可以点打咧？呢度我真系好想知道，可以点打呢度？地震打唔死，地震。俾个机会得唔得？大晴天，改一改，改一改，改一改策略啦！要呢、這个策略唔系好得，咁样啦，冻风啦，两下冻风先。诶、欸，呢件换呢只 ，OK， 吸收，话边个啊？变身，吸收，终于可以吸收佢啦，祸不单行。我不单水炮乌泥炸弹冇用，佢降系水系水降啊，佢系水技啊，冇得拣。跟住搵只最高速嘅就系呢只地震，应该打中啦。OK， 掂啊！水箭龟冻风哦，紧要我仲有四只精灵，唔会一路死落去啩？晴天喷射火焰得，呢、這个直接用地震啊，唔好烦啦。但唔系喎，佢要连住打喎、啊。Oh my god！ 咁可能要死一死呢度，因为佢连住落我啲精灵，我啲技能交晒出去喎，冇得打咁样。嗯，究竟点打呢度？我都想知道其他人系点样过嘅呢一关。我好想知道究竟可以点样可以轻松啲可以过到呢一关，我完全玩唔到可以轻松嘅地嗰个技巧喎。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呢度冻风先嘅嚟，啊减咗一级之后换百变怪送死，送死完之后就用经过六，跟住直接地震两下 ，OK， 跟住再换翻水箭龟，再用冻风，系啊，一发应该够咯，或者嚟多发。跟住换做波波球，波波球完咗之后咧就用英国鹿，地震，地震，得啦 ，OK 你啦，下一个呢、這个警卫话我哋要食药食药咁打啦呢只，唔想太过嘥时间喺度，唔知咩技嘅水炮，黐线啲水炮可以咁痛喎真系。水炮，咁我哋出借呢只啦。哇，换巨星佢，佢呢只唔系降属性嚟，应该水属。自我激励，水炮 ，OK。佢就算我系草系咧，抵消翻嗰、那个、那个伤害咧，即系减翻少少伤害都仲要俾佢打得好痛。水炮，诶、欸、，OK。金鱼王，金鱼王，我哋用经过六，先嚟我自我激励望望先，一击必杀啦，大佬，唔好咁，仲冇得打，仲有嘅，应该相信元气，活力快喺边度，直接换呢只出嚟，又一击必杀，一用水箭龟急冻风，冇中啱啱话。开错技，诶、欸，打得痛，冇中，唉、哎、，good， 电灯怪，唉、哎，有机，我快啲，治愈灵星 ，OK， 再嚟，充电加特防，应该一下啄得死啊，得啦 ，OK， 鲤鱼龙，水系
啊，就冇飞嘅，应该啲木角都打得痛。咦，唔同喎，咁唔通真系水飞又变翻？我真系唔知喎。得 ，OK。龙母啊，呢度要咔一咔佢，咬佢，咬佢，有机会啦嘛，咬碎，水炮 ，OK， 木角，咬碎，搞掂，得到咗解药啦，好难打啊呢度，精神病，难打到黐线呢一关真系，唔食药真系过唔到我得，嚟啦俾佢哋啦。冇撞，我觉得我哋冇咧九条命当中嘅八条啊！多谢你啊，小蓝，多谢帮我哋啊，敦美啊，咩敦美啊，咩敦美？你点解要救我？盖伦啊，呢个仔喺甜金岛你救咗我哋，但系你嘅朋友小凡，讲真啦，我唔识佢，我希望咧我都识嘅。好啦，我哋揾我哋汇合啦。等先，等我嚟帮你咧拿下呢个阿波罗，我要咧揾翻呢个特斯拉咧算数。哦，结束啦，终于各位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，好痛苦呢一集玩得。好啦，下次再见。咁如果大家有玩呢隻 game 嘅话呢，都可以同我分享返你究竟点样打赢呢一个嘅头先嗰个旅程呢，究竟你係食住藥膏啊定係点样。好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